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海航集团2018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迎新演唱会，请大家有序的入场。她就是我们的金唱片女神沈小岑老师。 2011年，他回国参与了百老汇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的演出，创下了演出400场记录。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沈小岑老师为我们带来《妈妈咪呀》主题曲《Dancing Queen》，有请。 一首吗？三首。感谢海南的朋友们，谢谢吴老队。各位海南省的领导们、朋友们，海航集团的领导们、朋友们，我非常衷心的感谢，真是能够让我再一次有这个机会回到海南这一片和我的名字息息相关的热土。感谢海南朋友的热情，谢谢了。不忘初心，对我们这一代的歌手来说。 真是一个使命，这次我真的是不远万里
重新来到海南，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所以我今天我要给你们送上的就是几首老歌金曲，怎么样？好。在差不多90年代早期，有一部电影受到世界观众的热爱，人鬼情未了，还记得吗？记得吗？其中有一首主题歌，这首主题歌可以说是传唱了半个世纪了。所以今天呢，既然是老歌金曲，那我再一次的把这首金曲唱给你们听，好吗？好，谢谢。他喊的，我也喊了，一起喊的。旋律深深的感动。来到海南，我想
有一首歌我是必须要唱的，你们说对吧？哪一首歌？真的，从这首歌问世到今天，整整38年了。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个38年？我碰到很多很多的听众和观众，他们都对我说：“哎呀，沈小岑，我们是听着你的这首歌来到海南生活，来到海南工作，一住就是几十年。”真的，海南这片热土浸透了我们全国各地五湖四海朋友们的辛劳和血汗。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数字，我觉得也必须要说一说，我们海航集团呢，真的是不忘初心，为了回报海南这片热土，他们用了15年的时间，打修了100口至善井，真的是给予了差不多30多万海南人民解决了他们用水、喝水的问题。真的，我觉得真的有这样的境界，有这样的热情，我们真的要深深的感谢海南集团做的这个善举，感谢。都知道天涯海角，真的是从我们的中国唱到了国外，真的我不论我走到哪儿，这首歌总是伴随着我的脚步。所以今天我想再一次的让海南的朋友们和我一起来完成这首歌，好不好？我相信你们都会唱，包括海南的领导们，对不对？咱们一起来完成这首歌，好不好？音乐老师，这首歌已经是走向国际了，所以它的改编音乐也是国际化了啊。情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海南岛上春风暖，桃花叫你细细玩，山水爱了
熟悉的旋律啊，应该也是送给我们的海南建省30周年最好的礼物了。是的，非常温暖，非常好的记忆。我们这帮托找的不错了。其实呢，我觉得我们要。